要集中。太感谢。哦，对了，它是一种气功。宫啊，登山口在这儿。取走喽，走这个小巷子，跟着指标走，0.02，登山口在这儿。寻访火口湖，向天池1.6，我们来了。0K 的地方，阶梯陡上，阿娘喂的陡，哇，520，所以是阶的概念吗？我们到山友下山。没有看到向天香，下面有，还有哈，还很多哈，谢谢。好，上来，对，在平海。应该是一千阶的意思吗？告诉你，你要走这个步道，走咱们的步道，1800阶了。哇，是200公尺，登上平台了。10、8、9，终于登上来。哇，向天池就在那耶，往下走。6K。要集中，太感谢了。
享用午餐。我们要去爬向天池山。哎，大家，谢谢，好，再见。再往上爬，这棵老松树，哇，好看。好的爬山天气，继续往上登，平缓了，向天池山。离开向天池山，往下走，离向天山400次，好，右岔是向天湖，那左岔就刚刚讲的山石顶古道，那我们要去向天山，从这里走，有岛树耶，有一个岛树，从旁边绕过。登上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有石头吗？没有，有一些石头，在这个石头之间钻来钻去，还要钻个小树，进到芒草林区，戴上手套。继续，有一小段芒草遮住了，耶，出来了，就是那棵松树，忍那棵松树哈。我们要去夜天山，800公尺，这是一个 V 型的地形，没问题的 ，Go， 很厉害哟，山径就在前面。松树，再继续爬上去。建竹林大道，来到了念天山。念天山的招牌反射板有两个。观景台，哦，这是几级风啊？我的天哪，好大的风啊！哇，哇，淡水河口，哇，金宝山，太美了！这个淡水河湾，你懂的。刚刚来的路，我们现在去登
山口送0.6 OK， 着轻快的步伐下山，这也太美了吧！哇，紧接着视野嘞，然后你看，中间有个直挺挺的那条路，太厉害了！这是什么鸟呢？这个乖，这个乖。到登山口了，20坪1公里，青天宫1.9。现在我们要去面天坪，面天坪的石屋群就在这儿。湖水倒映，很美。这是面天坪，开始有这个人工阶梯，很漂亮的竹林隧道，有一间老房子哎，进去看一下，是一个古厝的。是边间，大概是厕所啊、厨房啊之类的。三圣宫，这里也是都有聚落。地方有个岔路，想来探探路好不好？有个古桥哎，下面这个叫桂子坑溪，水的波光粼粼。你好，你又菜了。接上来了啊，对啊，不知道怎么样走下来啊。这个是比较奇怪，可是那一段为什么都没有人走？聚落群，然后也是聚落群，从人家的屋旁经过的意思啊。这个路都比屋顶还高，小心啊，背包背包。先回步道啦，还有一个三涧呢，溪沟，你可以啦哈。可以，我没问题。嗯，好。我有下载离线地图，是，只是没有拿出来看而已。嗯，小心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嘞。你手机有收了哈。这样就上去了。前面好像
好像有个土地公庙哎。哦，是啊。的深山里，那里有一个古遗迹吧。这很像是一个窑哎，窑坑，然后有一个入口，就是放那个柴窑进去，这是窑坑，有竹林，就是有人家，有一个坑。有阶梯，所以这个证明是古道。有没有阶梯更明显了？走过来迎接了，出来了，狗狗在那里等我们。福星寮23号，从这边右转，有一家很漂亮的古厝。好，狗狗你很棒哦。这样捷径切换过来，福星寮15号的候车亭，4:16回到真圣宫，结束。